今天收到快递，这是好朋友又给我邮的，这个是云南丽江的特产，油底肉。然后是这样的，里边是两个小坛儿，这个好像是蜜蜡封上了，特别的严实。这个肉已经打开了，这里边都是油，如果拿它炒菜的话，里边就不用再放油了，拿它炒青菜，这样更搭。据说这个肉里边有，就是有咸蛋，不用再加太多的盐了。做了一个西兰花拌鱼罐头，这个是罐头，各种各样的罐头拌到一起，然后加了点洋葱，还有小米辣、蒜末，加入一点点的蚝油就可以了，没有加盐。加入这个肉，把这个配菜和肉一起下进去，没搁油。就是这个肉里边的油，现在已经出了香味儿，稍稍倒一点酱油，加入木耳，最后加入绿辣椒。哇，这个木耳特别丰，马上好了，出锅。鸡腿饭，哇，西兰花和鱼罐头，挑一块肉，这肉我好像做的时间有点长了，它这个肉是一丝儿一丝儿的，蒸着吃就好了。鸡腿儿，
这个好像是沙丁鱼，因为我平时很少吃鱼，所以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鱼。
二百个。